真是看起来非常危险的景观。哼，交给我吧。虽然手里只有一把普通的木琴，但要打破这种风筝也用不上天空。啊，那是什么？敌袭，各位准备迎战。哎，看来要在演奏之前先清理一下场地了。一般来说，这种杂物是不需要歌手本人亲自动手的。不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风龙废墟周围不该有丘丘人的聚居地。不太会在元素浓度过高的区域活动，在这里他们的身体要承受更大的负担，想必就是深渊教团在背后操控吧。但他们应该不能确定我们会来这里，为了阻止我们的行动，教团恐怕正在向四处投放兵力。那么事不宜迟，这次的听众只是风而已，波弦的速度加快一点也无所谓吧。会有点用吗，卖唱的？从这里开始，就算是正式进入风龙废墟了，请各位务必小心。我们走吧。嗯。